喜欢编选符文，哈哈，哎呀 ，W 收个13块钱，实际上13块啊，无处可藏，怎么就10块啊？太无毒神少给我3块 ，OK， 记住了，太无毒神。不能漏钉来说毫无意义。没事，斗地主我可以玩那个跑得快，跑得快。如果出不了牌，他可以自动出，就自动拒绝。哥们儿，我还不行。女人性命总归是不容易，可我已经做到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垃圾斗地主，毁了我的一世英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没注意到他带着虚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撞了一个，谁点的信号？帮我把补刀出，修一补打刀。不要妨碍我。今天不漏就行，干病了。哎，服了，今天怎么？游走于刀尖之上，意外连连。别啊！这波我的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如果你们去中路放一波线就好了，这波线有点残了，诱惑力太大。什么？他们活不长了。对面12个刀，你们怎么打输的呀？只有少。老鼠忍气吞声5分钟，终于站起来了。速决吧！
killing spree. This one definitely is.信号点了不走就没办法。游走于刀剑，这不我没鞋子去了，有点尬。无处可藏，可惜，应该信我。下次投个好胎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高低得吃一吃。我从不妥协。这尊眼放了没有意义。我已上位了，兄弟。真赶上，真是可怜。你不以为一个男刀就没爪刀之前敢上来吗？就一个男刀打中阿克上这种手长英雄。他只要没有爪刀出来之前上来就有可能是勾引，想要单杀必须要那个装备，不然真不行。这七品耳听不是耳光六路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有点短路了。速战速决吧！光八方，啊！一开始原来我说的是对的，就我说前几个字的时候，我以为有点哪里不对。下路应该优势挺大的。不然就有点习惯。他应该是到死什么技能都不用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
但最肥的是他哎。阿克善虚弱用了没？你就杀脸，人杀。这几个，确定。哥几个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把我换成下路，爱我。正常下路倒是还可以，但是发育不对等。主要是对线阿克上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对线不可能打出优势的呀，在爪刀过来之前。然后他们的大起大落又这么幅度这么大，优势一下又劣势了。我这队友给的压力挺大呀，这波还不能。
大哥上还带个虚弱，爪刀出来还不能杀他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兄弟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蹲我呢？这么抽象。睁眼我就不忍了，哥，一点都不慌的。就是富贵险中求，他肯定会觉得我，他身上有我的大招能隐身，我不会上，我直接逆向思路，反着来。你们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那辅助中路单带 AD 配合打野在刷先锋，那谁能想到啊？这什么鬼剧情啊？跟我在这玩。这搞什么呢？啊，又喜欢各打各的是吧？别来骗，他来了有点是我的负担，我边翻墙还得给边给他点撤退信号，我怕我翻墙走了，他以为我要打，还跟在我后面。直接提高我的翻墙难度，边翻墙边点信号，有点累。又喜欢单带，但这里附近应该有眼，刚刚我在这附近他应该放了保他的眼。兄弟，带龙带龙带龙，完美节奏。 AD 死了还有谁？哎，但应该也不正常呀， ADC 一开始被压了40刀50刀和10个刀，我都不知道对面怎么杀起来。
到现在杀了我们 AD 不知道多少遍了，五刀还是领先的。难道是跟我一样不会补刀只会杀人？也不能。恐怖游戏，悄悄的进来喽。Hello。喂。操了，你在装什么？怎么带到二塔去了呀？继续卡视野。我忍了你多久了，兄弟？从开局忍到现在，还选个康特我。实话跟你们讲，男刀打阿哥上，没抓刀之前都很坐牢，抓刀出来，翻身做主人。收集者，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这么暴力。哎，坏了，大海捞针的有点。这个针也没确定他第一时间的位置，后面就。后面他就会出来嘲讽，很好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非常的好。很好很好很好。他们偷我的家产，磨刀石。我在嘲笑人，看见没？我在笑你呢。你还在笑我呢？我英雄配音都在笑我，我怎么还这么搭呀？你在临时录的吗？这个语音真是可怜。在干嘛？喂？一个蓝兄弟，那就毙了呗。这不他死就是他的问题。哦，是武神下人说你吃。我从不妥协。对了，怎么突然二十五层了呀？我这个二我按了十多遍，大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按不出来。
不知道大伙能不能听到我的键盘声，我刚才按这个二还按得很大力，我操，为什么就出不来啊？假表，有问题，把商店老头买假货，我靠，你不能一会儿来给我买一赔偿，给我送四个表吧，装备栏不够啊，大哥。游走于刀锋之上，兄弟躺在地上，给我放一下你刚才的语音，想听了。这个有点难，要翻这个墙得找角度调好，不然他就会就自动设定为要走过去。你始终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想玩骚操作兄弟，一万的血你预放不了。妈，他想飞空中，一千血给惩戒掉，这一万的血怎么预判啊，哥？他们活不长了。想得真美，我们看多了。这600块他绝对要，赶紧去。老六，哎，我就知道，这600不可能，就没有一个线上不想吃这600。他绝对会过来吃，然后吃完这600，回家出个装备打团去的。但是我正好就是喜欢预判对手。